娘，我也敢解放了，退退！我这操的讨死你！哎呦，我的爸爸枪！你我解放我的，我的娘！我的娘！我的娘！哟，这太子今年长得可不错，错可不孬哟。老妈妈听见我五十八，儿不聋嘞，眼也不花，老头去干活呀，看见我哥哥一路压着喂。儿媳妇到俺家，哎呀呀的喂！我那里喜欢大儿媳，我给儿媳妇挑过茶。自从结了婚呀，还带来一个娃，哎呀呀的喂！闲养人呀，不能闲在家，你个丫头喂，不能闲养人呀，不能叫在家，你个丫头喂。哼，老二家哈，你娘天天跟我跟闲吃饭的样，跟俺儿，俺跟俺儿说的好好的，这婊子老婆跟俺儿订的婚，我都花成万的，谁知道？俺儿在外边打工，咋给他摊上了这个啥病人啊？还出来时候就怀过孕了。你说这会儿就什么外地都是开放，来时候怀的孕岂不是谁人家的野种？我的娘哎，到俺家你我你我生了，哟哟，你娘能跟俺儿脸盘一样吗？啊，哟，你能样？你能样？呀，我看见就算。哭哭哭！你奶奶个逼！你要今天闹啥？你说，啊，我带这个红还红不好？你哭啥的？别哭，别哭啊，听话。你又想干啥去？你又想干啥？孩子的衣服都脏了，我去洗洗。衣服又脏了？那快回来我洗。你把第二活法得干。人都在管，你看谁家不在管啊？你说。那地了，人家都慌着，忙的都不得了啊。那管可得隆隆隆的啊。露露的活塞，孩子没人看，我还得洗衣服。哟，孩子没人看，没人看你，就能扒拉个啥？不交给我，我是干啥的？我打你在家的。那小孩他不给你，一见你就哭，见我就哭。这孩子不喜欢人，你别说了，成天跟个阳光的买来买来，你看人家。你看人家那小孩，你人家都跑上个学啦，我也读个书啦，人家那小孩都多知道啥？你看这，你看，别怕别怕啊！你反正不能就让闲着呀。那我去干活，你把孩子看着。那还说不完的废话，那还不看谁看？走，给奶奶啊。过来，快快快！你奶奶个逼！来滚！别哭，乖孩子。别哭，搁家给奶奶啊。妈妈下地，一会儿就回来哈。你走吧。啊，别啰嗦了哈。去吧。别哭。哦，给奶奶。老娘。这有这个要交家庭，俺是没法过，哭吧，哭得个很苦，来那个逼哭吧，上哪去啊？回来调停了，回来那又查不清的那个小娘，哭吧，娘，可气死我喽！妈妈来我结拜拜，妈哟
转到回村。再讲一会儿你再过，我扒你的皮，扒你的皮来，我抽你的筋。再等一会儿他跑丢了，我不如给他关上了门，我不如给他关上了门。哭哭吧，哭哭哈，妈，哭吧哈，还哭，还哭，奶奶个逼，哭吧，哭，哭，你哭，哭，哭哭。嗯，又咋不哭了？咋不哭了？都是惯的。你娘哪来的野种？啊，岂不是跟着谁怀的孕？娘到俺家就大肚子了，到俺家就大肚子了。娘俺花花成万的，你不知道，说个儿媳妇长得还漂亮，娘都敢称赞。自从这个样焦家生到俺家，娘我不想那就不气，娘我一想那我就气。你娘干活我也干不进来去。你娘哭哭哭吧，娘我今个我就解决。你娘。吃过饭没事，你让我刘姐，我叫你很好。哎呀，咋能啊？老二家不来，我都不回来。啊，我看老二该拐弯了，我再表着他。你啊，我从那该拐弯了，我提前拐回来。我叫你吃一苦苦，啊苦苦奶奶那个皮苦，苦呀苦。嗯。哎，这俺这个家老妈子脾气又犟，你说儿子都不在家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这地里的活全部都得我干，哎，真的愁死我。过日子就像啊多呀吧多了理呀，老头啊今年50多岁，面前剩下两个儿，两呀吧两个儿啊，他也个八婚娶呀，老妈子今年他50岁，脾气犟的个像头驴，像呀吧像头驴呐。爷呀吧爷着急呀，哎来哎呦，哎，俺的那个老妈子跟儿媳妇一点搁置不过去，我一想想我这事儿，奶奶我都愁的，哎，日夜我都睡不着觉。嗯，这人都上哪里了？谁？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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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谁给你？谁把你给关在屋里边了啊？谁把你关在屋里边了？这是谁的事儿？啊？啊？咋弄的？啊？你妈呢？妈。嗯？妈。你这都上哪去了，老二了呀？瑞呢？上哪去了？哎，一见孙女她哭的啼，是谁把你关屋里？关呀吧，关屋里呀。找妈去呀、啊！哎，别哭别哭！哦，啊，别哭别哭啊！哦，看见吗？爷关上门哈，关上门，哎，关上门带你找妈，哎，哎，关门我带你找妈去啊！有，笑，哎呦，走，找你妈去哈、啊！哦，见了更
手气到如今。自己走错路，能怪谁？再大手气也不亏。如今有家不能回，一心只顾说给谁？如今有家不能回呀，一心只顾说给谁？找马去了，找马去喽！哟，云里马在哪？哟，看见马吗？叫，春香，春香，春香！哟哟，爹，看看，你管我得干活，你哪能叫孩子搬屋里这是啊？妈妈抱抱你，你要管屋里干啥？啊，别哭，别哭！这屋里他这一个小孩在自己在家，能管吗那样？啊？管屋里的。嗯，你看你哪有这样的小孩？你多大了你想不开？那又是他奶奶管的、让我干活把孩子交给他奶奶抱的，他奶奶呢？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妈妈抱，妈妈抱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一个人都没有。去吧去吧去吧。我得干完这些活。我干我干我干。干完了。快快快。回去吧回去回去。去去去。回家吧回家回家吧。看你看钱都到啥时候了，回家做饭快。那他奶奶知道又怪我让你干活，有我当的了，走吧。你看你看哭，你也哭的。那走吧走吧走吧，快走吧。孩子可能是饿了吧。可能饿了吧。我回家弄点饭喂孩子哈。哎呦呦呦。啊，好好，别哭了啊。我回家了，爹。走，妈妈回家喂饭啊，弄饭。哎，来吃哈，好孩子吃。别哭别哭啊，给鸡吃了。你看喂鸡，你喂你喂行吗？俺云里喂鸡。哎呦，啊吃了吃了吃了。哎，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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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吃吃吃啊，吃吃吃来。啊啊，不吃不想吃了。那我喂小鸡行吗？喂鸡饭蛋。哟，你看哟，看小鸡吃了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哟，看鸡吃了，你看哟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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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咕咕咕咕咕。小鸡怎么叫了来？啊，咯咯咯哒，咯咯咯哒。你回来了？在这里干活了吗？小孩哭了。孩子一哭就家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回家弄点饭喂他，换换衣服，我想洗衣服。是俺爸抱他送他去的。只有你当娘的喂，俺当奶奶的就不能喂他了。对了，俺喂的吃的不饱。那点活。他爷爷搁地里干了呢、就知道你得露这一手，就知道你得露这一手。就是靠你老公公干啊，有的啥人就扑你老公公身上啊，我都能顺点啥的不？我都快干完了。哟，快干完了，凭良心不？凭良心不？你要不是他你干的活，又叫你老公公干啊？又哭了，又哭了。等孩子睡了，我再去干不行吗？你看，俺到街上。俺就买这一点东西，俺慌着拐回来了。俺恐怕孩子哭呀，你想想，恐怕你回来疼孩子，干活去吧。你怎么能把孩子管我来？啥管我来？管我来就这一会儿，你看到家有多远啊？有多大一远一点？那都不能叫他带我来睡着了，他睡着了俺不行抱上床的。那他爷爷抱着去的时候说，孩子搁屋里哭的嗓子都哭哑了。对，俺瞅他睡着了俺再走的，不睡着俺能走吗？你叨叨多少？你叨叨多少？你反正还得干活呀，你反正不能就这样一天到晚就那个样呀。等孩子睡了我再去干不行吗？那他要是一天都不睡呢？娘，这可是你的亲孙女，你不能这样对待她。啥？亲孙女，我的娘哦，可亲孙女，我娘们都听着啊，和俺家来那个要肚子里都跟那个要美的样，都快熟了。说亲孙女，我说娘们长的啥劲儿，长的啥劲儿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别管是俺的好，不是俺的好，俺是拿亲孙子看他的。
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跟二婶谈对象之前，我可是清清白白的。俺都明白的，俺都明白的，还骂谁？还骂谁？干活去！这孩子哭了，我怎么就干活？那你那你不干了？那你不干了，气死我了！也不歇，儿媳说话，儿媳说话你不知理，我叫你爹爹去干活，你也不该。今天上午我不做饭，想吃饭，想吃饭，今天没有门儿。今天给我干到黑，你别说。娘，你不能这样，这孩子是你亲生的。娘，你这是干啥你？干啥？你说干啥？你说干啥？娘，你说干啥你？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干。你敢找我？自从到你家，什么活不是我干的？你叫我干什么我没干。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孩子？你太不像话了！你太这样不像话了啊！有闲粮食不能养活闲人。啊！你说叫我干啥，我没干。咱是庄稼人，庄稼人就得干活。你要不干活，吃你俩那个逼，吃！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，我到你家你就这样对待我，我哪点对不起你家人？俺咋对待你？俺咋对待你啊？哦，养活你个大的，还得养活你个小的啊！俺养活你两口，别忘了，别忘了。娘，自从我来到你家。娘家的人都给我翻脸，不让我进门，我都几年没伺候娘家，你还这样对我，我怎么过？这一点功你可白标，我怎么过？这一点功你可白标啊！就那还是跟俺人跑来了，就那还是跟俺人跑来了，呸呸呸，不要脸！娘，我就是跟你儿跑来了可好？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。你要不跑来，俺花那10000块钱。俺可能白花啊！俺说这个是个小妮儿哟，哦，俺花花万块，俺白花。你这一跑来怪好，顶了他的坑了。哦，人又嫁了，人又嫁人了。那我也没让你花一毛钱吧？你搁我身上花我一分钱吧？没花钱还亏，没花钱还亏。俺那个儿媳妇没捞着进家，没捞进家，大闺女，别忘了大闺女了。这孩子可是你亲孙女，你怎么能这样虐待他？你干啥？你干啥去？干啥？哟，烦了，烦了，烦了！你不是烦了，快烦了！不是烦了，不是烦了！你干什么？你烦了你！快烦了，快点烦了！你干什么你？小逼，快点烦了，快点，快点烦了，快点烦了！小家生，小家生，小家生，我的娘，还真没把这个钱，没把这个钱。春霞开叶，泪如雨，江山我不清晰。就是会哭，你看吧，人家贴了个水泡。
撇着个嘴哭啊，成天撇着哭呀，张就用个赖账，还肯谈个恋爱呢。又说跟儿子谈的，又是啥的？你要不跟儿子谈，哪能勾引那个儿就能爱上了你？你就赚着我这一点错，给你儿跑来的，你天天骂我不要脸，骂孩子是野种，人得凭良心。得凭良心，那俺家人没有不凭良心的事啊！你要是个要像那嫂子呗，是个大闺女进俺家，你看我同那嫂子同的，真哪的空都没有，真哪的空都没有，俺成年留着跟亲娘俩一样，为啥就对待你孬啊？为啥就对待你孬？发贱，发贱！都是我自作自受，都是我自作自受，行了吗？你不，你要是不想过俺的日子，你走人啊，走人，想咋走咋走，走走走走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走，我不走，去去去，我是我不走，你干啥？二婶打狗没在家，再说俺爹妈不让我进门就为我，我跟你儿跑来了，他们都生我的气。
你叫我上哪去？别忘了，你出门前条路，想走哪路走哪路，想走哪路走哪路。你要走个穿路的呀，俺再来个穿红的。我不瞒你说，我不瞒你说，快走，快走。你老浪娘，就我缠不了你散伙了。孩子还小，你叫我带着孩子上哪去？啊，你想让哪去上哪去，过来，把孩子抱给你了。你想咋走咋走，你想咋走咋走。你要跑哪去了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我哪都不去，不走，不走，我不走，我走，我走，不去，我不走，不走，我想往哪就往哪去。这是咋了？我不走，不是呢？咋的哟？老逼，先找事，先找事，先找事，想回来，这咋了是？你不是赶集去了？乖孩子，你说能赖我吧？啊，你说能赖我吧？啊，管领孩子就不能干活，干活就不能领孩子。俺说在家给他看个小孩吧，睡着了，俺到街上溜一圈，叫他到地了干活，他到地了扭一个狗尾巴圈子，他又钻过来了，他又钻过来了，咱庄稼里管孩子，反正咱得干活。天哪，可怕的人看笑话，多大年纪了？啊，是闹啥？整三天两头的就是搁这个吵闹的啊！你这住一个院，连我都不得安生。老大家咋的？咋的？你也不像娘了？啊！我像你，我像你，你闹啥呀？他二婶子整天的干活，累死累活的。你整天的，你是闹啥的？啊！不是咋回事？娘，我不能看见这个野猪。你哪的？你活啥？我日你老娘！你说这样日子，可怕人看笑话。你说咋过？你说咋过这样的日子？天哪，就搁这个门口闹闹闹闹闹啥的？哎，有，他是个小娘们没进门说，咱娘俩闹过吗？咱娘俩闹过吗？那都光赖人家搁这，光赖人家啊！嗯，咱娘俩这关系搁得好得很，三天两头的跟人家吵啥的该啊？人来到咱家，人是过咱的日子的，人不是跟你吵架的。我吵的啥？他二婶子天天忙里忙外，天天闲得屋嘛啊？来到恁家跟做牛做马。可天天都累死累活的，你天天你是弄啥？你欺负人呢啊？你觉得人娘们亲没有那样的人可是啊？你欺负人家？乖孩子，你几个说话咋变音儿啊？人娘没有出息的人，你咋看你欺负的？你咋像那弟媳妇像那还？我又看这个理不顺。你不知道娘的心情，想叫他多干点活，想叫你多享点福，喊。我来理，这个理不顺，有人摆，路不平有人踩。我看这个理就是不顺，你就是欺负的。你行，那以后不欺负他，那么人家你上地来干活去啊！啊，脸上都能晒一层皮，你要这样多光棍，你要乖乖天天溜啊，你能走个娘家，金人花也买上了，成天口红抹的这样多好啊！我该给你打的那些，别脏我了，别气我了，我劝你二婶子远。咦，啊，日你个老娘，哼，行，那你想上哪就上哪去。哟，还不行嘞，我也不能走嘞。回来他俩要串到一起，这两个娘们又得顾及我的事，我得再交代交代。那是那样浪娘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娘也不找那事，该干活干活啊。浪一浪，大嫂，我想起来一件事。咱的衣裳都没洗哈，洗洗衣裳。乖孩子，你要没事你上到屋来歇会儿。我上哪去啊？哦，不歇也行，不歇也行。乖孩子，坐这个洗衣裳吧。不洗。孩子睡着了，我洗吧。不洗。大嫂，能上？怕嘞？咋的？现在还咋的？今个连娘一点面都不给留。你是长大的，不是现大的。那你脚滴滴的又成拽的或者打底楼又成上人了是不是啊？洗吧乖孩子。叫他洗衣服又是做饭啊，你干的啥？你天哪，你干的啥？哟，我咋听起个不对头不对头不对头啊。我看你就缠起老二家啊，有本事你跟我来啊。不，咱娘俩我就叫上惯养惯了啊。你次次走到俺家，那你都娇滴滴的，跟俺的小宝贝啊，娘是不会欺负你的。我不信你拿我娇滴滴的，我烦那一套。
咱娘俩说不着话啊，我干活洗衣裳，干活洗衣裳，不洗，快给我洗洗洗，我你洗，我你干洗，我你洗，你干啥？洗洗浴，大嫂洗。你看，小宝，你给我出了事，我出了事，干啥嘞？你给我，你给我出了事，你干啥嘞？出了事，干啥嘞？你给我出了事，你给我出了事，你该润饼吧？你上，你这吃饭哪呢？自从他到俺家，你老润饼哪嘞？啊啊！你吃饭哪嘞？就是，自从他到俺家，你哪嘞？不是，我这要死老娃子，你咋弄的？这是啊，咋弄的？这是，哎，你俩叫他干这活啊？是里外都不落日啊，里外都不落日，叫他到地里干活他往家里跑，叫他洗个衣裳，你说在家出多少挣，你来看看他，你看你那意思，他见过这样的吗？啊，你咋可跟没人活呀？哪有这样的，动不动吃饭老人家又吹的啊。哎，不能看你那样，一看你那能气死我。你看老段嘴脸不说着话，我洗，我不叫你洗，你不洗，不洗，见妈妈我气不洗，还哭我骂的是个老东西，我爹今年已有50岁了，脾气犟你个像头驴，这老小子连不说的话，看看等着他的日大娘，再看西院的他三十，大哥我不要你，不要你，你先问我去，东西两院人家打鼓啊，受你怨水，你怨水，哟，啊，那你刚刚说你赖我了，我叫打人媳妇干的活。你也看看这啥数了，你还跟旧社会呀、啊？你打人媳妇干啥？你这是？这是俺搭档吧？我的娘个，这都是俺搭档吧？你个老头子的，你没文瞧，你没文瞧，你就知道赖我，就是赖我，谁知道赖我，就是赖我。哎呦，老头子，你走吧，你个老女人。可是他丢人现实，你别跟他现了哈，走吧，我的娘啊，可是他丢人现实，俺这辛辛苦苦造满家呀，给他洗洗滚水洗，你个老家哪个洗不为俺，叫他先走，我的娘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你别喝了，跟他走吧，走走走走，你个老家是个笨蛋，别拉，瞎丢人，走吧走吧，要个脸，回去看娘娘满月。那娘她不孝顺，不能代表咱不孝顺。你看看，你看俺娘娘妈今年都98岁了，俺到底还养活她嘞？你到底了？还看娘娘妈，啥时候不能去啊？可知道要个有病不能去。好、哦，走走走走，去吧去吧去吧。过去了。嗯。好，也不知道丢人现实。我老娘这脸不孝啊！我的娘。嫂子，你别生气啊。又好了。娘啊！哟，你看你娘娘妈，看恁老娘去。你个老鬼孙，你那个一张，你长着那个不行事的个脸。小秋香，你弄啥？你是我不叫你洗，你就不给我洗。大嫂，小春香，就是你咋那无能的呢？啊，你五彩拉肉了，我看你，你怕的是啥？他打你不会跟他打，他骂你就跟他骂。媳妇这也不会，我跟你说，还有下一回嘞，跟那个吃屎的了，他说捡到哄了你。他就看你老实，你越不跟他俩，他越欺负你。往你好，他打你就跟他打，就不能让他。大嫂，你就会哭，你说你怕他啥？你气得哭，你。辛苦我的嫂子呀。
呀，又哭我想睡说。哭啥嘞？又没犯什么错，咋就不对他？别提了，咱们俩拉了活。都怪我自己。我的嫂子呀，我又想睡死。你咋跑来的？跑来的怕啥嘞？又没跟别人跑。我生下小瑞丽，婆婆她就如意。是业主我的嫂子，天天把我气，老不该死的吗？这老调皮吧的哈！小花，为了这些事，我父母。如今我有家，不能娶我的嫂子了，我又说给谁？这老不该死的哈！自从我来到这个家，他天天。这样对待我，这个日子我怎么过？